朋友们好，欢迎走进天津卫视《幸福来敲门》。幸福来敲门，敲开您的幸福之门。此刻我们的屏幕下方，您打出了两部电话号码，这是我们跟大家互动的两条热线。如果你正在幸福的十字路口，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我们联系，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助你敲开幸福之门。在这里要感谢真心食品对于本节目的特约播映，感谢陌生太阳镜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样要感谢五位老师来到我们的现场，成为我们的帮助团成员。欢迎我们世纪家园网的副总裁曲伟先生，大学老师志明老师，百合网的情感教练赵永久先生，我们的律师刘宗亮女士，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情感专家贾佳女士，欢迎。今天的委托人背景可不简单，是一对年近五旬的武馆夫妇，家里开武馆的。那么这个家庭的幸福之门今天能够敲开吗？让我们来看一下。张衍来在淄博拥有一座武馆，年过五十的他，一人除了要承担30多个孩子的武术教学工作，还要处理武馆的日常琐事。师傅挺辛苦的，他又得维持这个武馆，他又得教我们学生，他有时候就是腰一些闪着了，他就得忍着痛来教我们。我经营这个武馆已经好多年了，也非常辛苦，现在随着这个年龄增大，现在也有点干不太动。我们特别的希望大师兄能够早些回来，然后继承这个武馆，帮帮师傅，这样让师傅也能轻松一些。他口中的大师兄究竟是谁？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大师兄不能回归武门，让年迈的师傅独自一人苦苦支撑？我觉得好像孩子和父母之间总是有那么多冲突，到长大了在选择自己爱好事业的时候，这个矛盾越来越凸显了。接下来我们要请出张杰的父母以及他的小姨，来，有请，有请三位，有请。主持人好，张家老师好，张先生好啊。这是我们习武之人打招呼的一个方式啊，欢迎三位。小姨怎么今天上来就要哭，怎么了您？我觉得张杰现在他在外面，我姐在家很孤单的，我特别心疼我姐。哦，你是心疼姐姐。我和我姐感情很好。当别人都是一家人都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总觉得我哥有他的事情，我姐上班的时候还可以，礼拜天的时候啊都是他一个人，我觉得很孤单了。他在家你看到过姐姐哭吗？想儿子想的看到过。去年的时候吧，我姐生病了，她都没告诉我，我去的时候她在医院里打针呢，当时我一看到她的时候，我的心情就觉得很难受。别人在打针的时候都有家人陪伴，那时候正好我哥上外边打比赛去了，他自己在那打针，当时我一看到那样，我的心就很难过了。也就是说他的孩子如果在身边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如果他在身边，张杰在身边的时候，我哥不在的时候，他肯定会陪着妈妈的。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安慰啊。那你是希望张杰早点回来是吧？是的。那当爹的呢？反正我那个想法呢，就是说让他在家里帮我把这个武馆打理好，因为我自己干现在太累了。因为我开武馆也开了好多年，起步的时候都很难，起最早的时候就几个人。他离开家有多少年了？他就是从那个高中就在外边，差不多7、8年了。这个离家7、8年的孩子是张衍来夫妇的独子，在父亲的训练下，张杰从小就练就一身好武艺，并且多次获得省级武术比赛大奖。2007年，张杰考取北京一所大学，随着眼界的开阔，他的志向也发生了改变。我朋友他那个去一个片场，当时是动作戏，我记得，然后我在旁边看，当时我特别感兴趣。他的这些动作我都会，而且非常非常简单，然后就萌生了这种想法，就觉得自己可以去试一下这个武术指导。
但这却遭到了家人的极力反对。你是不希望他做武术指导这个工作是吗？我是这样想的，因为我们是这个武术之家嘛，他练这个武术，做这个武术指导，那都可以，但是不要在外面，在我们家里面，可以在我武馆里，就只能守着家是吗？不是，我家里现在这个武馆可以这么讲吗？这个很兴旺，因为我习武已经40多年了嘛，所以我呢，在我们那个地方，我这个社会基础还是打得不错的，学员比较多。嗯。所以我想再开一个武馆，这样呢，就是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我就想，反正将来以后，我把这个武馆打理好以后，这也就是给他一个铺垫了一个以后他那个事业发展一个道路，传到他的手中了，就是子承父业吧，以后。那其实我在想，他做这个武术指导也是子承父业啊，没有丢了武术这一行，也没有荒废啊。但是我不喜欢他在那个就是说影视界搞这个，我想他在我们这个内行搞这个，可以在我们武馆里面我们开一个专项嘛。教授影视表演。不要脱离开我们武术这个概念。那他那样您认为是脱离了武术概念了是吧？对的。那妈妈为什么不支持儿子这个想法呢？当妈的一般都疼儿子呀。因为他在北京太累了，离我们太远，我们也越来年纪也越来大了，也希望他回来，对他把这个武馆办好。这个矛盾啊，确实是让双方都非常为难，一边是亲情，一边是理想、梦想、工作追求。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姐，有请。来，有请。各位主持人好，现场的五位专家你好。你好，帅哥请坐。习武多少年？是从小开始学习武术，然后呢，当时小时候觉得，说实话，这个真的太苦了。但是你也没有办法，父亲就在这摆着。完了以后，十几年也这么走过来了。被逼无奈。也不是说被逼无奈这个词儿，就是说，你得去学，因为你爸是干这个的。所以说，你这十几年就这么一直这么学下来，现在差不多也是一种习惯了吧。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做武术，叫武打指导的？这个是在我上大学那会儿，我那个朋友啊，他给我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然后他把我带到一个片场里，然后正好那个片场他拍的就是一个动作片，完了当时我一到片场以后，看到摄像机、轨道，所有剧组人员那么有秩序的在那儿进行工作，我确实是震惊了，我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震撼，我被整个场面就是那种气场给征服了。然后我再看他们设计这些动作，然后吊着威亚在空中飞来飞去，我向往，我太向往了。这个世界是你从小接触武术，包括接触武馆，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对，一个全新的世界。对。然后当我看到他们做的这些动作以后，我有一种自信，因为我觉得这些动作我全部都会，如果让我来设计的话，我也可以。那为何我不去尝试一下？为什么我不去做一下？那也就是说，你是从那次进了片场看到了一些之后，对，开始想做武术指导的，对吧？其实他跟我们说，他之前并不喜欢，都是被迫于家庭的压力才学习武术。武术是被迫的，但是影视表演是我非常热爱的。对，所以就直到你看到那一瞬间的时候，你才把武术和这个影视表演结合在一起。对，你觉得你才有这种冲动继续这样的梦想。对。爸爸去过片场吗？你看到的那种场景？就是在之后，然后我爸陪我去过几次。他依然无动于衷。他没有被飞来飞去的威亚以及绚丽的这个场景给吸引住。我爸觉得那些东西都太虚假，真正武术哪有这么来的？他们都是太虚幻了。但是我就觉得这是一种所谓的一种叫升华吧。那现在你看，07年开始到现在五年的时间，你这个武术指导梦怎么样了？走到哪一步了？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片场，然后就是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导演，然后我就向他就是说了一下我自己的这些经历啊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导演要不我可不可以去给你指导一段动作，然后他同意了。之后呢，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当时是给他们做了15分钟的这么一段时长的一个小动作戏，然后呢完事以后我去问导演，我说导演这个怎么样，然后导演说啊行还不错挺不错的，就是虽然说这是很普通的一句话，也可能是敷衍我的一句话，但是我当时听了以后心里感觉特别踏实。然后之后呢，我觉得与其我在这儿等着别人来找我，那我何不用我现在所有的这些东西我自己来去做一个片子，于是我就开始着手去拍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动作片。这短片有吧？有，我们看看好不好？来，好的，啊，来看看他的作品。短片你个人觉得效果如何？因为当时这样，当时是因为我们的我找的都是我的同学嘛，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武术，然后所有这些动作，所有这些这些编排都是自己来弄的。你真的就是一个武术指导了哈，指导他们了。对，然后对于每一个镜头都是拍了起码不下于20遍，一点不夸张，起码不下于20遍。你看这当爹的听啊，就根本不爱听，弄弄袖扣。您是不是觉得这太小儿科了？我看着他这个东西啊，我看到要是看热闹还可以啊，那个真正讲些那个武术那个功底啊，看着不扎实。那您给来一扎实的。不是，今天看到这个样没法表演。行，我比划几个动作吧。行，您来吧。我们看看这孩子怎么样？咱俩让开啊！他那块大，危险吗？危险，不怕。他身高高啊，所以他那个动作出来以后你感觉是舒展的，但是真的你那个份儿啊，那个样子，那个亮相都在那儿呢。但实际上张姐，我刚听你的介绍当中，我觉得你并没有在武术指导这方面打开一片天，目前还处于摸索和这个幻想的阶段，是不是？因为是毕竟是刚要起步，然后大家都知道万事开头难，对吧？所以说你并不可能我在家我待一天，我去一个组里，然后完了第二天我就可以成为亚洲第一个武术指导，这根本不可能，这是做梦。我想张杰可能在北京的发展，他朋友看的是最清楚的。嗯，让我们用掌声请出张杰的朋友，来，有请张杰的朋友。有请。自我介绍一下，什么朋友？从大学上下铺
啊，到现在好哥们儿。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欢子。他去片场的事儿你知道吗？知道，我带去。啊，是你给人带坏的哈。没有，我没有觉得我把他带坏了，我反而觉得我把他带上，那次带他去是对的。嗯，因为自从那次去了以后，他喜欢上了一样东西，并且去追这样东西，一直到现在。他现在发展的怎么样？挺好的。怎么好？对，至少有自己的短片了，有自己的作品了。你有个短片能代表什么？你短片并不能代表什么，你并没有成功。你现在，你需要你，如果你走这条路，会付出很多的艰辛。如果你回来，路就在你的身边，父母都给你铺好了，他们很希望你在身边的。这样，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男人志在四方。为什么温室里的孩子他永远长不大，他永远受不了这个一遇到刺激，他就会立马倒下？为什么？他自己没有体会到这些东西。我打断你一句，这样不对。我们是给你走那个捷径啊，就是让你走很多的弯路，然后受到很多挫折，因为这些挫折我们都已经受过了，给你找个捷径，你可以发展的越快。我得去体会这个挫折，我得知道它是个什么样，然后我才知道我怎么以后遇到这个东西。叔叔，说一句，其实毕竟张杰现在在做他喜欢的东西，是武馆是家里已经准备好的，但是他回去他不一定开心。但是这个喜欢不代表成功啊！你现在在北京已经干了也时间不短了，对不对啊？结果呢，成绩不怎么样，是不是？生活也很困难吧？就是说你这些东西你都是现实问题吧？比如上一次我给他打那个电话，最后我这个电话还有几块钱。因为我们从我们山东到北京不是打长途吗？我打过去以后，我说你给我打过来，我这个电话可能里边没有钱了。他说我这个也没有钱了，所以说我当时我就考虑到，我不跟你讲了，我给你汇钱。我想给他寄个300-500的，他不要，一分也不要。但是可能他这个生活可能挺很艰难的。很艰难。其实是这样的啊，大学刚毕业，艰辛是肯定会有的。我现在我唯一让我挺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我可以不用再问家里，像在上学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就说打点生活费吧。我这句话我不会再说了。我现在穿的，我现在用的，我现在住的，基本上能自理。虽然说条件差，但是我觉得我年轻，我可以。张杰对自己的生活现状自信满满。我现在穿的，我现在用的，我现在住的，基本上能自理。但接下来上场的张杰女友却道出了这样的抱怨：我们的生活费还有房租都是问题。事实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请出小张的女朋友，有请。你好，你好。你们是同学吗？他比我大一届。你也是学表演的。对对对。为什么你不能够理解他的爱好和选择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特别的支持他，因为我也是学表演专业的。但是我也知道其中的艰辛。我发现他的这个工作呀，就是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现在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费还有房租都是问题。现在你们从哪来这些开销？因为他不问家里要了。就是说可能他偶尔能接到一点就是几百块钱几十块钱的这些小的戏，然后其他就是我现在在一家传媒公司做策划，然后虽然工资，但是我工资不多，只能说维持现在的生活，但是过得就是实际上你已经放弃你的专业了。对，因为是过于生计，还是说你就根本不喜欢表演这个专业？我非常的喜欢，我也喜欢，但是我觉得这个现在对于我来说我已经成熟了，我觉得这个不靠谱，应该找一个固定的职业。所以说我想劝他，就是也像我一样找一个固定的职业，至少把我们的生活稳定。
我觉得他现在的想法就是，虽然说他比我大一届，但是他非常的不成熟，你知道吗？我希望他也就是像他父母所说的，能够继承他爸爸的那个武馆。在我这么年轻的时候，给我就这么固定死了，你必须走这条路，我觉得不像我性格。我觉得我比较喜欢那种自由的、有刺激的、有挑战性的这种职业才比较适合我。明白。光有梦想，他的梦想是好的，我们也认为还好。但是你梦想能养活家，能养活你自己吗？能养活家庭吗？但是我觉得，我在努力的把我这个把我这个梦想给去圆了。说不定我这个梦成功了以后，那我就会给我爸给我妈带来幸福的生活。还是像我说的，现在缺的只是时间。你希望他们耐心一点，再耐心一点。对，现在我这个意思，咱还要现实一点，光有那个梦想不行，是吧？现在我们几个为什么犯罪？起码就是说，你先要把你自己这个生活要有稳定，你没有稳定，你怎么去搞那些东西？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帮助团的各位专家有什么意见啊？我觉得他们之间的矛盾，特别像前不久播的一个电视连续剧叫《我的青春谁做主》，就是一个现实版的一个反应。你现在在谈独立，在谈实现自己梦想，但是你的财务独立能够独立吗？我刚才听起来好像你每个月的收入既不固定也不多，好像还在有女朋友在支持，而女朋友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转而支持你的梦想。我觉得这一块呢，你需要平衡，平衡自己需要的仅仅只是时间吗？影视圈没有时间给你，但是你其实给自己的时间也是有限的，最最有限的时间，一个是你的父母，他们岁数会慢慢的大了，他们现在可能从精力啊，从力量上已经无法独自来承担自己的这片事业了。同时，你的女朋友的青春也是有时间限制的，你有没有为他们多想一想？有没有一个折中、一个妥协的这么一个方法出来？我刚才我一直在，因为我坐在这个位置看不到父母的表情，我一直在看张杰的表情哈。这个孩子真的非常好，真的，我觉得这个我也是山东人哈，我觉得张杰真的是山东人的这个好榜样，不啃老，靠自己，就是说尽管遇到那么多的困难，我就是要闯一闯。我就首先我要肯定这种就是独立的精神，因为现在好多80后90后不愿意独立。我就家里有一个很好的产业，为什么我要去奋斗呢？我就在家待着好了。我真的一直在想，那个张杰很像一个美猴王，就是家这边有水帘洞、花果山，随便你吃你喝，有小猴随便你钓钱。我不，我就非要上天看一看，我当到天空去，然后非要去给唐僧当保镖，一路经历了无数的艰辛。完了之后呢，他取得了真经，一路他的辛苦是他的一辈子的财富。所以我想跟这个爸爸妈妈说一下，我特别了解山东的爸爸妈妈这种心态，就希望孩子能够在你的身边啊，不要受苦啊。但是我觉得年轻人就是要受苦，他不受苦就不知道甜。其实刚才看了张杰的表现，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定就是走表演这条路的潜质的，不论形象、身高，然后气质，还有他的这个武术底子。但是我觉得追梦呢，你要给自己定个时间表。现在年轻，摔打摔打，历练历练，我们都支持。我觉得爸爸很疼孩子，希望他能走捷径。但我想告诉你，人生从来没有捷径。就像成龙的儿子曾经对他的父母抱怨过，说每当我要摔倒的时候，你们一定在我身子底下垫一个软垫，我求你们了，就让我自己摔一回吧。其实孩子非常希望他能有一个磨练的机会，那么你们给他几年时间。我想张杰你也别太不靠谱了，在外面漂泊个10年15年，还这么300500的支撑着，这么凑合着。而且我觉得父母年龄在一点一点的衰老，你在自己追求梦想的同时也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你定期的回去管一管武馆的事儿，早晚这个摊子要接到你的肩膀上。所以说我觉得你飘几年追几年梦，要真的有成了，大家都跟着你光宗耀祖一块儿享受幸福生活，要不成了，你回去子承父业，大家还可以高高兴兴的过日子。而且父亲现在50多岁还能撑几年，等他60几了，你要觉着自己在这一块儿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起
起色就赶紧掉头，我觉得这样可能更合适。我特别想跟这位小美女啊，我们子杰说几句话。只有你跟她一起辛苦过、劳碌过，这个男人才会在你不再像今天这样花容月貌的时候，还依然那么爱你。所以我希望你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试试。最后如果他不成，他自个儿都死心了。要不然现在你把他拉回家去，万一呀，将来他看到跟他一起奋斗这欢子成了大明星、成腕儿了，他得埋怨你一辈子。张爸爸、张妈妈，那么您的儿子张杰为什么一定要去做他所想要做的那件事情呢？我想从心理学的角度跟你们简单分析一下哈。那么如果他回去呢，跟你们子承父业开武馆，再开第二个武馆，在他内心深处，他认为那是你们的成绩，不是他的水平。他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人，他没有能力。对他是一种否定，而如果你让他自己去闯，他可能未来闯的还不如你们现在的这个状态，事业比如说没有你们做得好，也没有你们挣得多，但是他会认为那是对我的一种肯定，所以也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去理解他为什么要执意这样做，这内心深处是这样。但是张杰呢，我还想说，梦想谁都有，在追求梦想这个过程当中，有时候不一定要让爸妈很担心，也不一定要让女朋友替你很操心，或者跟你一起很受苦。你是不是可以想，我提两个方案你参考一下，比如说你花点精力在爸妈的武馆上，用你现在作为一个大学生学到的一些东西，或者社会上比较这管理啊，或者连锁运营啊，这些你了解了解，学习学习，能不能替爸妈分一点，分一点，完了呢这边你也操操心，有机会就去拍戏。这是一个。还有第二个方案是什么呢？你可以去做，但是你得跟爸妈包括女朋友给一个承诺，就是一个期限。你说你给我多少年时间，我要达到什么目标，如果我达不到我回来，那至少爸妈给了你这个过程，给了你这个机会，包括女朋友你也就是她也给了你这个时间。我们还是把时间放在我们的情感倾诉室当中，我们请两位专家陪同张杰一起，以及我们的主持人赵川一起走进我们的情感倾诉室。一边是盼子心切的老父亲，我们是给你走那个捷径啊，就是让你走很多的弯路。你梦想能养活家，能养活你自己吗？能养活家庭吗？一边是向往远行的儿子，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来讲，男人志在四方。他不受苦就不知道甜，人生从来没有捷径。他们之间的矛盾究竟要如何调和？张杰能够放下自己的武术指导梦，回到家中子承父业吗？接下来我们就让贾佳老师和赵永久老师陪同我们的小张一起走进我们的幸福倾诉室，来，有请。刘老师，对小张这事儿你到底怎么看呢？我说实话我也挺矛盾的，一方面我作为子女来讲的话，我非常了解这种就是想实现自己理想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心愿，另一方面我作为父母来讲，因为我也有孩子了哈，我会非常明白父母就是对孩子的那种就是牵挂还有不舍，以及希望孩子完成自己理想的这样的一种苦衷吧，可以说。所以我在想了半天，能不能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既能够让我自己的心愿完成，又能够不让父亲的心愿落空。咱们是不是能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在你这个武校里你也可以任职，然后你有一部分时间到北京来这样的参加这样的工作呢？你有这样想过吗？毕竟是一心二用，你哪一边你都照顾不到，所以说这件事儿你就会做得不好。我觉得爸爸最担心的其实也不是说你让你去寻梦，然后他不是完全放手之后怕你跑了，而是我觉得爸爸会觉得你如果错失了这个最好的时机之后，当你在那边如果说难听话混得不太好，当你再回来的时候，你的心还能不能收回来？我觉得这是爸爸最担心的一点。从小我上过武校。哦，你上过武校。上过武校的。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它是有关联的，它是有相关性的，所以你父亲这个东西他舍不得放下，那
如果你执意去这样做，就可能让父亲去伤心的话，那可能你想的是能不能够其实让这两个东西连接起来。我觉得好像是可以连起来的，那就是说你去做你的这个武术指导，但是不要把家里这一块给它放下来。等有一天也许你武术指导做成了，当然这个成有可能因为你要操心家里的武校，所以你成的可能会晚两年，可能会慢一些，但是你没有让父亲失望，没有让父亲伤心，而且他可能对家里这个武校还是一种促进。这个我觉得其实换一个思路的话，就是现代化的这种公司改造，我不知道武馆是不是有可能把它变成一个公司化的东西。对，你哪怕对你武是一个品牌，对你去做武术指导，然后要用一些这个武术的这个群演的，对，或者什么，是不是也可以用你父亲那个武校的资源？对，就从经营上把它连接起来，一个产业链。好的，我们也想问问，当我们张杰在这个情感倾诉史当中，各位都在想什么？我觉得爸爸的表情是最严肃的哈。我反正现在在想，就是说张杰他要是很固执的话，我感到我这个武馆就是说干起来也太不容易。你也想放弃了？就是他不是说想放弃，你有时候就是说你本身那个身体越来越不好，身体不好你可能就撑不起这个武馆来。你也觉得力不从心？哎，你撑不起这个武馆来以后，你又没法教学，没法教学，我这个武馆肯定要散，他不回来支撑肯定要散，散了就是太遗憾。干了十几年这个武馆，每年都很旺，但是在以后要是在我这里断了，心血毁一旦了，有点太遗憾，这个意思。而且有一点我特别想跟你说的是哈，我们千万不要去否定我们父辈的那种精神和他们的那种，我刚才看他那个在外边打拳的时候，那个真的特别感动。虽然你比他打得好看，你比他那种精神精气神好，但是他的那种坚定，他那种老一辈的那种，就是像那种牢牢的根抓在土地里那种牢固感，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年轻人做不到的。我就想，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是我父亲开的，我没什么，然后那个是啊，我可以去创造我人生价值的一个平台。其实都是你可以创造人家的平台，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这个是你的根，是你最终永远滋养你的一片土地，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好多人就是寻根嘛，好多人成功这种寻根回来，你这有一个这么牢固的根，你何不就说在这里，然后从这里看实现你的梦想呢？或者你把你的武校将来壮大了，去到北京来，到天津，在各处开分校，那你不比那个武术指导要更牛吗？其实是这样的哈，那个做武术指导跟练武术教小孩，其实他们中间的这个差别是确实是很大，因为咱先说在家教那些小孩，第一你基本功必须得扎实，然后呢就是说你的这些套路啊什么必须得按照他们严格的规定来走，而武术指导这个它是讲究在镜头之前的那些美感，有些花哨可以用这个词儿，我觉得他很有意思。练武的让我觉得不是你们要我练武是说专修一个拳，然后其他的都应该触类旁通，都应该会都练是吧？对对对。你不会只练一种拳法吧？不会不会。但很简单，就是那个嘛，还是供你参考哈。就是贾老刚才说的其实是一个文化根的问题，就是根基的问题。那刚才赵老师其实也给了另外一个思路，就是能不能联系起来。我们还是讲它的联系性，没有人说你回武馆，我们好像没有任何人说你回武馆是让你去做武术教练。我们还是站在你这方面看能不能有两全其美。不是去做武术教练，包括我们听你父亲聊的时候，对，也是说我可能还要再开武馆，我需要有人帮助我，这个帮助我想他指的一定不是就是一个武术教练，他是一个经营者的概念。对，曲总，我想你一方面是儿子，另外一方面也是一名父亲，可能你会想的更多吧。对，我是从张杰的角度想呢，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来说应该有担负起更多的责任，这种责任呢不光是实现自己梦想的一份责任，更多的呢是要对家人对自己的女朋友的一份责任。如果一味的追求自己虚无缥缈的那个梦想，而伤害了自己的亲人，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所以我希望张杰呢能够好好的想一想自己追的这个梦想和自己
面临的亲情的这个关爱与实际的情况，他要做一个平衡，做一个选择。我们知道有一个豫剧演员，对吧？大家嘛，你会发现中央电视台很多届的这个春晚上面用到的那个舞群，就是舞群演员，就舞这个舞群不是舞蹈群，是武术群，哎，和都是他那个学校出来的，那也没有影响。你看，他既做了那个学校的校长，同时也没有影响他自己的所谓对于豫剧的一个发展，他都在做呀。所以我就觉得变换吧，大概是变换吧，怎么去找一个结合之路吧？这个我相信，只要你放下这个心态，你一定会找到。其实我们说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作为就是比你年龄稍微大点、经历稍微阅历稍微丰富一点的人，是希望你能够把那个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你现在只是说我就是完成我的一个单一的梦想，我们给你提供了好多这个平台，说你可以完成好多梦想，而且你可以成为一个武术大亨，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好像全中国的武馆啊，一听你的名字当当响，这个荣誉比那个什么一个教练在后边写上那个武术教练是你，这个我觉得荣誉大的太多了，而且对你父亲这种事业的传承，这是最重要的。我想我们就跟你说这么多，对，因为实际上在你的背后，你这样放眼望出去，爸爸妈妈包括家里最亲的人，其实都在这个现场，他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期待和期许。我想希望两位老师的话能给你一些启迪和启发，好好考虑好之后，还是希望你能敲开那扇爸妈认为的幸福之门，条条大路通罗马。嗯，好吗？想一想，来，请。五位一个问题啊，孩子是什么样的时候父母最幸福？你们自己觉得？当然是在自己身边的时候最幸福。孩子在父母身边的时候自己最幸福，对吧？律师，我觉得，因为我也有孩子，我觉得孩子开心的时候我是最幸福的。好，来，孩子能够独立的时候，实现自己的梦想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我觉得孩子既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同时又能够懂得回报父母，最好是能够实现父母梦想的时候最幸福。嗯，好。我觉得孩子幸福的时候父母最幸福。你也是做母亲的，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有为人父母的人都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当我想到他，当我看见他的时候，我都很幸福。今天从这个幸福倾诉室里出来啊，这个问题发的有点怪，恰恰说明了我们的一种忐忑，因为每一个人对于幸福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可能儿子的感受是说，有一天我成功了，我告慰父母的时候，对父母来说是一种幸福，因为中国人讲光宗耀祖。但是可能对于小张的爸爸来说，小张回去帮他做好武馆，管理好武馆，恰恰是对您来说最大的一个幸福，对吧？对，他把那个武馆搞得越来越大，我更幸福。好，翻回头我再反问您一个问题，如果您的儿子因为从2007年开始读书，到现在一直为了追求这个影视的梦想，在追梦的过程当中，他的心已经散了，他已经没法去管理好这个武馆了，当你把这个武馆交到他手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不是在给你守夜或者扩业，很有可能要给你拜业的时候，你觉得他回到你的武馆给你管理，对你来说还是一种幸福吗？那肯定不是。好，记住这一切的可能性。现在你们可以起立来期待你们想要的幸福。有请爸爸，请您往前一步，走到我们的幸福按钮前，把手放在上面。
着我们要很遗憾的告诉爸爸妈妈小姨还有张杰的女朋友，张杰依然选择了自己坚持梦想的这条路，对你们来说可能是一种遗憾，甚至不是一种幸福，但是对他来说是对理想追求的一个新的起点。他不做这样的选择并不表示他不爱你，而是他认为那样也许会给你们和他带来更大的幸福。所以欢子，你可以追寻他的脚步，陪着他一起走了，好好在他身边，好好抱着，加油。子杰是说如果他不回家的话你就会离开他，现在他其实做出了自己的一个选择，你的选择是什么？是真的离开他，还是说还在他的身边帮助他？我相信我再给他一些时间的话我能说服他。好，好。赵川，你看见了吗？爸爸的手一直没有离开那个幸福按钮，他似乎一直还在期待着，还在盼望着。孩子只是说气话，只是一时的举动，他希望在门合上之前孩子突然跑向他。爸爸，你想说什么吗？反正现在他追求自己的梦想，他还固执，作为父亲来讲也没有办法，只能有一个心思，我现在这个年龄还可以，我还能继续干，我也盼他把他那个梦想达到。爸爸，你现在可以把手去拉着妈妈的手了。我在想可能妈妈刚刚流眼泪了，对妈妈来说，她本来以为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让孩子尽快回到自己的身边，在自己孤独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有一个说话的陪伴的人。妈妈想说什么？要不再离开几年时间吧，再缓一缓吧，再缓一缓。所以这就是爸爸妈妈一开始总是说的斩钉截铁，但当孩子做出选择的时候他们也说我也能理解，再缓一缓，不着急，可以回去了。因为我看儿子还一直在台下等着呢，他候着呢，他虽然没从这个门里出来，但是他肯定有很多心里话要跟你们说呢。谢谢你们到来，谢谢，掌声欢送。啊，今天我们这个门打开了，嗯，儿子没有出现，嗯，父亲和母亲非常的遗憾，但是这一幕我自己感受的时候我觉得挺幸福，我真觉得挺幸福。为什么？因为你在这个瞬间看到了母亲父亲就是长辈对于孩子那么无私的爱，就在这个特别宽容，他们那么失望的情况下他们会说出来啊，他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是多大的一种幸福。其实我在想很多时候我们坐在家里在电话里面对面的时候未必能够沟通得这么透彻，反而是来到这样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了碰撞，有了倾诉，有了交流，可能会把很多心底的话一一的道出来。我也想起你刚才说的那句话，想到你女儿的时候都是一种幸福。其实当父亲在家里很累的经营武馆，想到儿子的时候可能是一种幸福，当儿子在外面奔波追梦想到父母的时候也是一种幸福。我们也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什么解不开的心事想打开幸福之门，别忘了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在这里我们要感谢真心食品对于本节目的赞助播出，感谢拓森太阳镜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帮助团的五位老师，当然还要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在见证着一个又一个的家庭敲开幸福之门。别忘了天津卫视幸福来敲门，大门永远为您敞开，下期再见。再见。